这个球出棒打到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现在往后退，追不到了，一个奥巴，哇，现在越过中外野的头顶啊，现在彭明宇绕过了二垒垒包上三垒，没有问题，打了一支三垒安打 triple， 哇，代打建功了，来来来，这个打击的感觉哦，看能不能给这些队友然后产生了一些共鸣。看到桃园县的大家长啊，吴志扬吴县长也在场边欢呼了，哇，这一棒真的是让我们中华队的球迷朋友啊，应该有点醒过来了。有。力量的释放很棒。我绕过二垒之后，应该是手套掉出来了。那个好像是护肘，护肘掉了，护肘掉了，那时候根本不需要去考虑你的护肘。